你好，我是雪中花农。这些花盆你能猜到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吗？没错，就是用椰子壳做的，是不是挺好看的呢？下面咱们把整个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啊。看上去是不是挺简单的呢？如果喜欢，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。这些长寿花呢，都是今年刚扦插出来的。关于长寿花扦插的一些视频啊，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。长寿花扦插的视频呢，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，大家可以往前找一找。当年扦插出来的长寿花一般都会开花。还有一点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，就是咱们椰子壳上面这些油漆，咱们买油漆的时候尽量买那种油性的漆，同时也不要买太多种颜色，买那么两三种颜色就可以。像油漆，它的两种颜色掺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别的颜色。你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。其实生活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愿意去探索，愿意去动手，大自然就会给你一个美丽的回报。点个关注，按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